模仿那些牛马出装视频魔化版。Music，看看这是不是你们平时玩大脚用的出装，技能键都按烂了，打个虞姬还是不痛不痒，而且被人摸到就是续航差的亚皮。哎呦，你们还是来学下我的灭霸流出装吧，满血虞姬是吧？大招埋雷，一技能引爆，这不是瞬间蒸发？出门先买炼金护符，然后合成魔杖，麻瓜必备单品。蓝精灵提高续航能力，张大仙减少技能 CD， 黑衣猫提琴提供高额法强，刘谦负责表演技巧，最后出灭霸打出毁灭性伤害。铭文蓝色十个无限手套，完美触发伤害阈值。绿色六个泉水，四个七天石像，确保整局续航能力在线。红色四父四母充当傀儡，一个幸运保证不被封号。最后再带一个狄仁杰，双重保险。这套出装伤害能有多高？看好了，打这个训练营韩信木偶，他连还手能力都没有，我连狂暴大招都不需要开，十秒钟直接打出高达54000多的伤害。再看看续航，我现在残血是吧，释放十字光波瞬间回满。最后再让你们看一下表沙和灵需要多久。